来啦，这一次我们来玩别的角色。听说武士是真的强哎、欸，但我不太想拿剑了、啊，有没有拿长枪了？然后我们要进去拿鞭子啊，试一下武士好了。我来看看武士有多屌。然后叫什么？啊、哦，我叫贤一郎好了。我、哦、不能打中文啊。咸鱼郎哦 ，Fishman， 出发吧。这次要煮点什么？这次我要拿，我把能拿的东西都拿起来看看。我想变成恐龙，然后会喷火，还要在武器上面涂毒，还要甩鞭子。Day two, day three, day four。都拿出鞭子吗？来啊，最后一场拳头了。武器大师咸鱼郎准备拿出别的武器了，完蛋！哎哎哎，这把能算吗？要掏出鞭子哦，真的！哎，不演了啦，拿出我真正的 main 武了，烛台鞭，受死吧！这个东西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办法让它硬，其他都蛮正常的。上他上他，鞭一下好了，放点火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啦，哦。王之物弓箭把我卡住了，这边就应该两条鞭，两条鞭最稳。但就是跳起来这样，哎哎哎，哎，卫生，你想学什么武器？我这里都有啊。业余火咖、哦，我这边除了智力以外的武器，应该都拿得起来。想练拳头是不是？拳头我是略懂一点啦、啊。刀光剑影，我一拳才200，我这个等等龙拳出来你就知道了。小心这个串串招，打安全一点才不会被做成串串。让我跳两下，再跳一下，我再跳。再跳，来了，时候终于，时候终于，啊！地板怎么裂开啦？龙拳非常有机会啊！信我，刚尾神是说10000份订阅嘛？并没有。嘿，被做成串了。好啊，还被压在墙角。补满好了。把他直接打倒，龙拳。带走，砰 ！Hello again. Hello. Allow me a moment.
韦神，韦神还在吗？韦神还在吧？没被盗吧？还是点数应该先扣着。哇哦，感谢韦神，感谢。什么状况？为什么不会扣血？哇、哦，他是拿鞭子的，哎、欸，我要拿鞭子跟他玩。他鞭我很痛哎。嚯、欸，龙拳！为什么我龙拳打他没有伤害啊？他为什么会隐形？好屌、啊！各种武器都有，跳鞭。跳鞭，嘿，他可以隐形，真的是很扯。嘿，那好像不是隐形，是位移啊。哇哦！他这招很好用哎，到时候也可以去学一下。来啦，我先甩一个熔岩啦！哎，他的鞭子比较好，哎，我们把他的鞭子借一下，去借一下他的鞭子。本来不想用这招的，巨炮，巨炮阿 Z 来了。等一下，你别那么近了、啊！哎呀，哭啊！这个东西它也不是按下去马上射，它会过一阵子，然后才会发射。好，再给他一次机会啊！这一次没射死他，鬼转。可以，我发现可以先把炮举起来，然后再开镜。先把炮举起来，然后开镜。哎，先把炮举起来，然后开镜。哎，哎呦，假炮，哪里？哎呀！嘿嘿，鬼转，哦，鬼转喽！打刀拿出来，那是该拿哎。哦，他这个真的是很卑鄙耶！哎，他直接五连鞭。好啊，好啊，已经学完鞭子了，不是没有他那个招式了，没有办法，我的鞭子是有极限的。该拿出鬼子龙拳了，直接对他使用龙拳吧。他没水了，他没水了。啊！哎呦！最后一拳了！呀！带走！哇，跟我战至最后一刻，好强啊！这个家伙。有了，我有这个鞭子了。步伐哦，步伐感觉可以学一下哎。步伐在哪里？
哦，龙木那边的大叶骑士，好，那我们就边打大叶骑士。哎，原来我根本能力值不够拿这个鞭子，哎，哭啊！鞭子好吃灵巧。来啊，马战，很怪怪的。我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，没事大卢恩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怪怪怪怪，他的马好像比较厉害哎。小马儿，你还好吗？我刚刚是把它强化到加几啦？现在是加六吗？哎呦，陷阱！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血迹？好，哎，这次我知道了，大炮终于要有用了。大炮，你终于有发力的一天了，来吧！巨炮 Z 回来了，站在树上开炮可以。Fire！ 哦 ，baby， 时代变啦！打到他的马啦！看文字，是远距离战的时候了。接下来骑士很有用，原来大家都是站在这里啊。好、哦，他站好了，他也知道他命不久矣啊，带走！大业薪水有42000，哎，赚哎！下班了，猎犬步伐有了，吼、哦，我也可以滑来滑去了，太爽了！Join my stuff and king and family. Together we will devour.来吧，唐老鸭！这一下应该是打晕了。斧头来喽，快走！丢！搓绝招啊！你先别啊，让我搓一手。啊！还要叫阿鬼了啦，再搓一下啦。哎、欸，搓不出来了。算啦，你叫鬼我不管啦、啊。抱歉，好像得管一下，主办单位管一下好不好？太多啦，太多啦！哎，爹，没事爹。怪怪的，好吃。怎么还在玩蛇？我也不知道这蛇怎么还在。我好多心血啊！我也没有想到，这大蛇可以陪伴大家这么久。好一种，戳个大的。
放阿鬼哦。送他下去啊。还敢不放阿鬼啊，有可能是放阿鬼被我打晕了。点灵巧一定点啊，放心啊。哦，终于可以拿鞭子了。找巨人，对，找巨人。来，找巨人测一下，看一下伤害怎么样。我还没强化，哎，我还没强化吗？不可能吧？加七啦。虽然加七是没有很多啦。迅捷步伐。好好，耐力了。昏。昏。鬼滑。昏。哇，好快，好快。当没魔的时候会放出什么？直接鞭死。人家配点长怎样？来分享给大家，全能力都超高。其实他的岩犬也是会被断的那一种。来啦，小怕啦！到底会不会用？是这样用的啦！哎、欸，哦。